为什么飞机在如此苛刻的工作环境当中还要选择使用铆钉进行连接呢？这个问题啊，我想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在飞机的制造过程当中呢，铆钉啊就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呢不仅确保了飞机各部分的紧密连接，还因为其独特的特性呢成为了首选。首先啊，铆钉的生产过程有严格的规范，每一颗铆钉都可以追溯到其源头，确保质量的可靠性。其次呢，飞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经历频繁的震动，而铆钉的设计能够承受这种震动，避免松动。那相比之下呢，焊接虽然先进，但是在高温下容易变形，而螺栓呢在震动下可能会松动，因此呢并不是最佳的选择。此外，飞机的工作环境要求材料必须具有极高的耐用性，那铆钉的主要材料就分成了三种，其中硬质铝合金就是常用的材料，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飞机制造当中表现出色，即使是最先进的飞机也离不开这种看似古老的连接方式。订阅我，了解更多中国故事。